我真的懂，你不是真心严重，是我没有说两条不关，我回家麦克风给我。哎，男朋友找你啊。想当年啊，2008，哎，男人怎么着毕业、啊？今年还认真念书，明年就毕业，是吧？哎，男人，你今年要毕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不小心废了三堂课，还有一个学期啊，太少。今天在魔煞看到超多人的，哎，叉 D 那边怎么那么吵？哎，这不是 H 吗？哎 ，H，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地上喝酒啊？Peggy 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男人啊，真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别人都笑我是傻瓜。想当年哦，每次只要我心情北宋的时候，身边哦随时有三四个男人在伺候着我啦。这个时候的 Mark 想起一个月前的篮球比赛，
听说刚刚以上的梗全部都是骂想出来，是不是真的？哦，对啊。
其实是这样子啊，一直到昨天晚上哈，我跟 Jonathan， 我们都还就是想说跳舞就好了嘛，就不想要这样子做。然后骂他就说一定要这样子，骂说我们不这样他就打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很害怕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梗都是他想的，都打，不爽就找他，骂你完了，他很有可能走出去房间。新的香锅快准备好。好，那我们热烈掌声，谢谢宅虎队大爷给我们的演出。那个现在我手表刚坏掉了，现在也大概快到十点，那时间也不晚，那我们但是刚刚是我们今晚最后演出，那现在大家手上有个 program 旁边名字有个圈圈，有个框框，那就请拿你的笔，在你觉得你可以投两票，所以你觉得最好的两组表演，请在框框里面打勾，然后打勾完就请交给邻近的 officer。谢谢大家。一人只能投两票，所以两票哦，两票。投，你可以投一票，但是最多投两票。连两票都能投一个两票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然后投两票以上的票当做作废。谢谢。Tisa 真的很谢谢你们，你们就是 Tisa 老板， Tisa 有你们， Tisa 才会在这里啊。那现在就要来宣传一下 Tisa 下礼拜的活动。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下礼拜什么活动。